你俩等等我呀！哎，哎，哎，苍凉，你也在这洗澡呢？哎，我跟苍凉挤一间，你俩挤挤，别动！我去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什么都要挤！哎，陈爷，你洗澡怎么不脱衣服的？ 我用你裹，我连衣服一起洗不行吗？洗你的！怎么？怎么？没事儿，消停会儿行不行？啊，我发誓，我刚才背对着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，你都知道？我。 你放心，他们我来拖住，你赶紧穿衣服。兄弟们，我来了！哎呀，洗澡了！哎呀，你洗澡吧！哥，帮帮！哎，这家伙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难道是洗澡的时候看到的？